对，这个在我排到我身后就好了，排到我这里啊，这边上这边下。啊，船尾这几位家庭，我可以帮你们先拍，拍完以后你们让个位置给我就好了。我上面有写的啊，上面有写免费领取五寸的照片，大的制作出来你们下自己下去挑，自己去选啊。啊，都可以拍，每一位家庭都可以拍。下船之后，在那边去看照片啊，拿着小票。都可以拍的啊，没关系。想拍的朋友可以来，来的难得来一次啊，旅游。这是栈道。我们就从这里下来的，哦，那个洞它洞起来可以了，哈哈哈哈，好的行。不用，待会我会叫你们。先可以录视频。各位旅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乐山大佛。大佛通高71米，肩宽24米，耳长7米。对对对，左右护法。开凿于公元713年。竣工于803年，期间历经了三代人起朝皇帝，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。乐山大佛又名明明大佛，坐东向西，脚踏生姜，背负九峰，眼侧峨眉，紧看家珠，是我国盛唐时期造就的第一巨大工程。好，前面的帅哥拍完视频可以转过来啊，我帮你去拍，拍完以后让个位置给我啊，帅哥，帅哥有听到我说吗？帅哥，拍照留念，请大家拍照时啊，转过来，大哥，转过来吧，转过来，转过来这边，面朝我，面朝我，待会儿就拍。朝我这边。朝我啊，朝我这边，朝我帮你拍。你不是需要拍照吗？一下要不要拍照？不拍的话，借过一下啊。好，你们上吧。好。好，你往后面一点。看手还是看着我啊？哦。关我屁事啊！人家成交。一个手打开左手，就来控制大佛。好，两个手好。好，这边的帅哥往左边一点啊，往左边移一下啊，美女往左边移一下啊。对对，你们先，你们要拍的话过来这里，过来这边，过来这里。这里来，这里来，好，你再往边边上一下啊。好，对，两个手打开，好，看我，看镜头，一二三，好 ，OK。这里拿小票，你们。